亚洲，你要问哪里的宗教最自由、最多样，新加坡、台湾算是名列前茅。曾在2004年根据美国研究机构皮尤研究中心提出的宗教与公众生活计划报告，里面的宗教多样性报告指数显示台湾名列第二。这种报告也不常见，目前没有找到最近的一次数据，但根据小周查阅和了解，亚洲整体上对宗教的限制程度低于其他大洲，是较为开放和自由的。而这其中，台湾随着经济的发展，宗教团体和文化资产不断的增多，地图上随便标注一下基本都是上百处。我没有这么多时间把所有的都标注完，但仅有的这些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个点位，一朵朵花开遍全台湾的每一个角落，甚至你没去过的山间丛林都不差寺庙和宗教场所。作为大陆人的小周真的不敢想象台湾的庙宇楼阁这么多，当然宗教场所不仅仅是这些，还有其他的载体形式。但去过一次台湾就一定会有印象，三不一庙，五不一寺，走到哪里都少不了文化资产如影随形。我们不禁想问，为什么台湾的宗教文化资产这么多呢？台湾政府对各团体、各宗教、各派系、各组织的管理怎么就这么松呢？严格意义上来讲，不应该是松散，而是让其自由的发展。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很多地方对于宗教都采取有利于自己政党生存的态度管理，不管是多党还是一党，按照利益关系，只要宗教对自己不利，那么这一团体的发展一定会受到打击。但是只要宗教对国家和人民的发展是有利的，一般都会受到保护的。台湾不同，台湾的宗教团体都是向善的，给人们一个心灵的寄托，让其在生活中产生一些信仰的力量，这对于台湾人来说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自由。很多大陆人对于台湾人信仰自由来说都保留一种羡慕，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认为台湾人迷信拜这拜那的习惯是一种陋习，在以前我们也一样都是存在的，现在我们更相信科学了，这种所谓的陋习只能各自去寻找了。陋习为什么还要去寻找呢？是因为自己的家族、自己的大家庭中有很多老人都在默默地传递着各种祭拜习惯，这是我们无法短时间去掉的，无论你如何宣传都没有用。再说了，是个人都很清楚，科学是科学，信仰是信仰，即便是迷信也不冲突，关键你如何去选择，你有没有这一项权利。根据台湾的数据显示，台湾人中有佛教徒800多万人，占到了 35%， 有道教徒755万人，占到了 33%。 除了佛教、道教之外，其余人口包括 80.5 万人的信奉一贯教，59.8 万人的为新教徒，29.7 万人，也就是占到 1.3% 左右的为天主教徒，22.9 万人信奉弥勒大道，53000人为逊尼派穆斯林，剩下的 20% 的人口宗教信仰不明，或是没有宗教信仰。其实没有宗教信仰也是一种信仰，在其中佛教、道教的界限并不明确，除了信仰有组织的宗教以外，很多人还信奉传统的民俗宗教，包括某些面向的萨满教、祖先崇奉、动物崇拜等等等等。研究人员与学者估计，台湾有高达 80% 的人口信奉某种形式的传统民俗宗教，这种民俗宗教经常与个人信奉佛、道、儒教或者其他传统宗教有所重叠。在台湾民众之间有一个有意思的拜拜的文化，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命运吉凶，甚至一些小病小灾都要去寺庙道观等祈福神明保佑。比如2019年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宣布参选总统，理由是妈祖托梦叫我去参选，这种理由在一个自认为迷信的社会接受度不高，简直是匪夷所思，在台湾没人觉得太奇怪，而且还借此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谈到迷信，有一些国家只要过于相信，那么就会惹得很多人嘲笑。我不知道这种力量来自于哪里，但我觉得尊重别人的信仰比自己不信仰还重要。在台湾有可能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
有的庙宇中可能供奉着不同的神明，而很多人会对这些神明挨个拜一拜。一开始只是以为每一个神明从历史文化和传说中有着自己专门掌管的领域，而台湾民众又普遍的比较细致，所以他们为心中每一个细微的所求而去分别拜拜不同的神明。台湾人信奉神明，不外乎为了祈安求福，因此神明与否灵验就成为取舍的尺度，就改换妈祖。万一妈祖不灵，咱们再去找上帝，信仰都是为人民服务的，管他灵不灵呢，总归有利于自己的心理健康。我们举个例子，假如有一个人去考大学有点吃力，家里呢就帮他去拜一拜，求一求，祈求某一种神明给予好运，说不准他就考上了。即使他考不上，那也不至于去抱怨不灵啊，其实就是想着有一个好运气而已，很简单。台湾宗教和民间信仰对台湾社会的影响也是诸多方面的。有人认为台湾的宗教和民间信仰让人迷信命运，成为命运的奴隶，使得心态上消极，投机取巧，死要面子又自私自利。很多台湾人迷信生辰八字，喜欢占卜算命。再者，有观察者发现台湾宗教团体有插手选举的嫌疑，甚至有居心不良者利用宗教和民间信仰误导民众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影响文化认同。其实这都是意识形态在作怪。我们要看这话是谁说的，谁在分析的，谁在宣传的，那么你就知道它的目的所在了。台湾宗教和民间信仰对台湾社会，我个人感觉积极的方面影响较大。当然，任何的文化东西，咱们也不能否认，台湾宗教与民间信仰同文化创意产业和社区总体经营概念相结合，不仅建立社区居民认同向心力，也为地方经济带来活水。上世纪末开始，台湾很多社区寻找宗教意象与元素作为社区发展重要目标与商业产品的创作素材，比如盐水风炮、大甲进香、东港王传记、基隆中原普渡、头城抢孤、二节王公庙等等宗教庆典活动，无不成为各社区整合民众与拉抬商机的项目。同时，庙方与民间文史工作室集合地方人才，投入地方文史宗教民俗研究，创办地方期刊、杂志、网站，报道记录，传承地方的传统。再一个，诸多台湾宗教团体投身于公益事业，台湾宗教团体投身慈善、医疗、教育、文化等公益事业，可谓媒不胜举。其中比较有名的，例如佛教正言上人所主持的慈济功德会，在多地都留下过慈善的脚印。第三个就是台湾的民间信仰，帮助台湾保留了当地的风俗文化习惯和文化艺术。大家肯定注意到，台湾民间的婚丧嫁娶风格独特又不失传统。民间信仰的迎神祭典中，传统的艺术装饰、古色古香的艺格、阵头、布袋戏、大戏、歌仔戏等表演多姿多彩。这些文化习俗得以传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们的民间信仰。了解台湾历史文化并认同台湾的文化信仰非常重要。如果把这些文化资产和宗教思想跟某些意识形态混合在一起，为政治谋取利益，那么我觉得就太卑鄙了。您认为呢？好了，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我是小周，下期不见不散。